踢走小杨千嬅，许淑华暗夜幽会戴錫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戴錫欽，去年被本刊直击带入小杨千嬅女版 K 歌大香肠，两人还十指紧扣。没想到一年不到，他身边再度换人，而且还行规正宫。民进党籍市议员许淑华3月26日凌晨一同约会看午夜场电影，再上演温馨接送情，可以说是蓝绿一家亲的最佳典范。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戴錫欽与民进党籍市议员许淑华因被媒体直击车毁，并有嘴唇交叠情形，引发政坛轩然大波。之后戴錫欽低调承认与原配王慧珍已经离婚，并被本刊拍到与一名貌似女星杨千嬅的妙龄女在路边亲密戴香肠，但日前戴錫欽却与许淑华进入了死灰复燃的阶段。